州北路，我们去关州北路到过来那个断头路看一看。
哇，这里又有一个什么路啊？呢，招商科技城。招商中心，大湾区坦洲，哇，大湾区坦洲，689公交车的终点。哇，是的，我铺了沥青，我这一段路通了。行，那我们前面掉头了，看到了就 OK 了。啊，之前这里 是草坪的嘛，对不对哈？现在是通的，啊，去前面掉头了。这条路正在修了，林珠海的。好吧，掉头吧，慢慢掉。到此为止，环州北路。修到这里为止，掉头吧，也算修了，也有点进步了。这边叫连珠海105国道了。工地，这半幅还在修。行，还要叫往这里。